解方程，先看到解方程，先不管会不会先写什么，解。太棒了，有可能老师心情好给你一分。紧接着我们再来观察这道题，又括号又除又减先算什么？括号。但是括号里面有一个。 那么这一个括号里面算不出来同样的这个除法，我们也得不出来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呀？来跟上来，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得不出来的这个部分看作一个整体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50减多少等于84？哦，等于48。 也就是说呀，这一个部分8减 x 除以3是等于2，这个2怎么来？对，还有体现它的来处，也就是50减48，那也就是8减 x 除以3等于42。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8减 x， 说了这里有未知数，不知道，再把这个部分看作一个整体。那多少除以3等于2？6。所以也就是8减 x 等于多少？2×2，3×2。也就是等于2×3，3×2都可以。那么也就是8减 x 等于6。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，8减多少等于6？2。所以这个 x 就等于2。还要写过程，也就是8减。